耶、yeah, ！今天想什么？今天我还在澳门，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雀仔园街市，好不好？它上面写了一个1939。其实哦，这个传统市场呢，是从清光绪年间就有了啊，可是呢，后来有拆掉过，是1939年再重新把它盖起来，里面有冷气耶。哎呦，干嘛点？那弄得好新颖哦。他们他7点多收哦。对他们7点多就会打烊了，所以现在是非常热闹的。现在，哎，这个厉害哦，全澳最平手司机，最平什么意思？平价。Pen 就是便宜。好好好。最便宜的，你看，好可惜哦。他们这个是看错时间了、啊，你就是7点半、4点半看成7点半。哎，没有，他7点才收工，而且这个地方是宝宝哥他在网络上查到的，叫我来走走看。现在我怎么办？我这里怎么做一集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啦，它这里是后来改建过的嘛，所以它有这个新大楼跟新冷气，这个算是比较没那么传统，外面比较传统。你看外面这一排。如果早上的话就很热闹了。哇，好空虚哦！我想办法，我来想办法。有人说这边的水果摊啊，可以看到一些台湾没有的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可提醒你，台湾可是水果王国，台湾没有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芒果。芒果啊。这个没有了吧？西洋梨啊。台湾有吗？有啊。奇异果、火龙果、凤梨，那都有嘛。那你要吃点什么啊？你呀、啊，你要不要来点什么？你想吃橘子吗？哥、啊，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哎、欸，你们橘子可以买一颗吗？可以，6块。6块好。我苹果梨。这颗好。这颗很大颗哎。超棒。好。好。好，6块嘛。好。好。前途堪忧了我。真的，买一个橘子小了事啊！你是太对不起观众了吧你？怎样？澳门赢了，台湾赢了，但是台湾赢了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甜是甜啊，但是就是除了甜之外，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讲。我们就是来走逛在地澳门人的生活嘛，你也给人家批评的一无是处。我倒是没有，我还不是为了你节目的长度，不然我也不需要这样。那你慢慢吃，我们再找看有没有什么店家。阿瑞，哎，澳门文化遗产拍这个可以吧？是一间土地公庙，这一间土地公庙啊，听说啊，它是在这个清朝的中叶以后就被发现了，大概立于光绪12年，就是1886年，差不多140年了。土地公你好，我是台湾来的阿翔，来这边拍摄，今天想什么？土地公、土地婆，你们是在地的管理员。请保佑我等一下可以找到很好的景点跟大家来分享，让大家可以来雀仔园街市逛逛街，麻烦你了土地公，谢谢。我讲华语他听得懂吗？还是一定要讲广东话？你还是讲华语好了，因为你的广东话算了吧。对啊，好，对啊，多谢晒，唔该。涨2块而已，好像也还可以。对，我刚上网看的时候呢，它是10块钱的吐司，现在变12块了，涨2块。就是一定要走到那个他们的在地生活里面来，然后体验他们文化，你才能够发现这样的店。吐司才12块，然后一些面啊，其实都很便宜，很热，喝个冰的。要。哎，我说吃下午茶，你给我吃一个公仔面哦。真的，下午茶不包括公仔面。其实我带你出来露营，花费比较多嘞。对啊，当然啦、啊。哦，哎，我刚不是说它便宜，很便宜的吐司吗？对啊，12块钱呢。对啊。结果它就是一片把它对，一片吐司48块台币。嗯，那这样到底是便宜还是贵？在这里算便宜，台湾大概20吧，20还2片。对啊。那没办法，这里物价是这样。对啊。好不好？大家忍耐一下，但是已经算是很平价，真的。你那边30多块钱？对啊，32块。这碗面只能换3片这个。
那这个不适合哎。干嘛呀？你真是有钱人，点这个，超有钱。我跟你说，名字上面写咸牛里，真的超咸。哇！所以我们这边有点踩到雷嘛，可是他评价蛮高的耶，4.多颗星哎。但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碱水味的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你旁边那罐什么？这就是咖喱加辣用的咖喱辣椒。咖喱辣椒不是梁朝伟拍的那部电影吗？跟张学友。对，所以咖喱辣椒是真的有这个东西耶。真的，它闻起来比较像沙茶。啊，你加加看，拜托拜托。为了你，我不惜牺牲牺牲的危险，在你旁边已经显得这样，我还加这么多。有咖喱的香味出来了，应该会变得很美味哦。哇，好吃！哇，更咸。哪里咸啊？会不会吃啊？不要捅那么近，好吃，我可以啦。你真假的啦？我打惨了，我太当咸了，超有味道了。看到好像好香哦、喔，哎，我有点沙茶的味道。哼，有香，那个咖喱香好棒哦、喔。对啊，微微的辣哦、喔，这个就像什么，这一个东西加下去之后，好像是台中人炒面加东泉辣椒酱一样的概念，是蛮香的，但是咸度是偏高了。对，但我当咸的，我可以。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就是丰堂斜巷了。啊，离我们刚刚那个菜市场很近。那丰堂斜巷呢，算是大家哈很文青的拍照的地方，像那个有名的博仔屋也在附近，然后还有一个像望德圣母堂也在前面这里，所以大家都会来这边拍拍照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吃完在地的美食之后呢，走一走，逛一逛，来到这个地方哦，也可以吃到有名的葡国料理哦。哎、欸，这条路我们非常熟悉耶！我记得去年是吃这家吧？料理啊！哦，我去年吃这家嘛。对啊。对嘛，很多人来到港澳这个地方哦，都会选牛杂吃。啊，宝宝哥喜欢咖喱牛杂，我要一碗那个秘制牛杂。好，要吃两个人？那就一碗就好了。啊，七十啊！啊，70哦。啊。哦，一碗70哎。因为最小的就60。哦，有60的嘛？啊、有50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一半啦哈。好了，那60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还有鱼蛋要不要？你还要吃鱼蛋吗？我不要。他看起来就不想吃啊，对啊。不要。哈哈哈哈你不要推给我哎。没问题啦，两位帅哥。好，谢谢。坐外面吧。好，在这边。在外面很有 feel 哎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就坐了。你看这，你看坐外面很有 feel。很不错啊，这里很好。你看前面还有一个喷水池。我看。对。这个喷水池可以吗？可以耶，不要水不通。我可以从那边走过来，你帮我带一个。这样子啊、哦。啊、哦。这一间就是我上一次吃的啦，这一间。对。好，现在来吃这一间。好了，小啊。好，东西来了，我们来品尝一下。不是，我现在在吃东西，你在拍什么？哦，有。一出来就发现我在拍他，那他也没有觉得奇怪吧？没有，啊，人家就大方。那你要不要再过去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？算了，好了，认真的啦。牛肚，牛肚很脆，咖喱的味道包覆在外面，然后有香味，但是有辣度，微微的辣度，咬着。后面啊，那个牛肚，它牛本身的味道都在最后面，你还是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耶。不错，牛筋啊，有水准啊。哦，这个弹性好哎，弹性还会跟你抗衡一样，咀嚼到后面，它的味道会跑出来。咖喱鱼蛋重点在于它的那咖喱的香味啊。嗯，来，我请你吃鱼蛋啊。真的、哦、真的，哇，谢谢你家的鱼蛋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他们人很好哎，大家来可以来这边品尝一下鱼蛋。来吃。
鱼蛋的大小颗刚刚好，一入口刚好是满口的。然后呢，它是带一点软脆的，像我们的鱼丸汤或者是贡丸汤都比较弹，那它比较软一点点。这一颗鱼蛋有点辣，刚刚有叫它小辣，结果鱼蛋它送我吃，它给我放大辣，存心是不给我吃。好辣，还是会有鱼的香味会跑出来哦，是有的哦。嗯，好，最后一个，他说喝就顶棒对，我把它挖出来。我问他一个问题，去年你骗我吃的那个东西有没有？對對對，这里有哎、欸，那个，像那个皮的那个皮呀、啊，嗯，哦皮呀、啊，牛的皮，那个是不是味道很有点浓是吧？哎，是不是比较有很多人不能接受，也很多人爱吃啊。这一碗里面有那个吗？有一点点哦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在哪里啊？赶快跟我讲，我给我们摄影师。底下你先把上面吃完，就把它剩下给他就可以了。啊，最底下就是那个啊，那喝酒顶浪对啊。就是他对不对？就是他了、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来，宝宝哥。我站你这么远。来，去年我吃的是你吐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还要调画面。这到底是什么？麦克我不跟你讲。麦克我不跟你讲。好心哦。他刚吃的那一口就是我吐出来的。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可以，那有很香。因为现在是。不晓得这一间的会不会好一点，我先闻一下。闻的时候有、哦，哎 ，OK 哎，是有一点点隐约像去年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啦。但是它比较美味，它感觉它洗得很干净哎。哦，没有特殊的强烈味道是可以呢。等等，来宝宝哥。哎，跟去年差很多哎。我们这次找对了，还有我觉得它没有切那么大块，应该也是一个重点。然后它那个咖喱的酱汁跟汤吸在里面，压过很多味道。对，咖喱有把它压过去，去年没有，那一家没有。哦，去年那个好腥哦，好可怕。嗯，啊，这一家可以。OK。觉得澳门的公厕很难找呢，那我们回饭店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如果你有到那个最热闹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，记得扫公厕 QR code 好吗、嗯？他就可以跟你讲公厕在哪里。哦，不然太难找了。走，回饭店尿。Go， 拜拜。连公厕都比台湾贵，台湾公厕15块，15块，15块，这里要20，是吧？又是20。Oh,